哈喽啊，我这个小剧场隔了多久了？进组之前，真的假的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现在在干嘛呢？就是又是这一位，大造型师，然后我今天又是来染头发。嗨，又是你。冷茶是吧？冷茶色。我要在视频告诉大家哦。等一下哦。有点饿了。你觉得上一次坐这儿，还是上一次？哇塞，我记录一下，哇，我第一次看我这个发色。哇哇，get it， 大概也就是一个小时的限定吧，这个发色。它已经有点七了八七的颜色了，我感觉。对。所以说，刚刚分享的那张照片，然后就是有人说这个乱七八糟的眼线一定是我自己画的。OK， 就是猜得很对，确实是我自己画的。刚刚我的工作人员跟我说，头上染点绿的招财。啊，把这玩意儿染成绿。暴富，没有别的愿望，希望我发财。哎呦，我的老爷，你好安详啊！啊，黑的，没事，吹干就好了。但是好显白啊！哈哈，更这么拼命了。没关系，至少不像上次那样是棕色了。但是不是我啊。要发财了，要发财了。今天的黑蜡都没有便宜。大家记得来找他染头发啊，会给你染成两个颜色。行了，好，好了，拜拜。